你不不好，有三不休为大。哎，想到安尼，我情况来都唔知道要安怎才好。我知影，我知影你甲文才吼，感情是真好啦，真恩爱啦。哎，不过吼，你袂生啦。哎呦，你安尼袂生哦，我唔知要哪对好，该做是哪交代才好。你想这件代志是要哪解决才好？我知影你的意思，我愿意。啊哈！阿婆，阿婆，哟，客厅做垃圾未？翻起来歹看，来我来倒扫，我上乖了。哎呦，蔡花啊，客厅拄仔才求助才扫过尔，你若爱扫吼，去扫地条啦。不过求助你涂骹扫不清气呢，你无讲话，无人会讲你会搞。菜花啊！我咧叫你去扫地条，你是有听的无啦？好啦，啊无我直接扫来啦吼。好。秋珠啊，啊拄仔你讲愿意是啥物意思？我是讲，我愿意让文仔传世。是讲，你安尼来讲真委屈啦。也不过问题嘛无解决啦。你知影哦？安尼我规气讲讲咧啦，唔是话你讲唔肯啦。人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哪讲肯过来咱家做细姨咧？就算讲肯来讲吼，安尼对你嘛无公平，敢唔是咧？我会忍耐啊。你忍耐来讲，我嘛袂用安尼做。我再讲，月玲啊哦，伊唔肯让做细姨，伊要让做大某啦。嘿，哎，秋珠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迄饭是会使凊彩食，话是袂使凊彩讲的哦。菜花啊，你变什么鬼啦？你是要给我气死啊？你是要跟秋珠斗三公啊？秋珠未死，你有在食死无？哈，三公我未死，迄鬼不听我早死啊！你哟。你这个心不死，我给我气死！我知影啦，我知影你甲秋珠吼，两公仔也是真好啦，啊，敢那亲像姊妹啊嘞。也毋过秋珠未死，变来向何家的祖先啊交代嘞，哈，这个什么人要担？你袂用哩，秋珠嘛袂，我嘛袂用，敢是嘞？啊，我知影我应该安怎做，我答应你离开，答应你离开何家。你答应我，唔答应。阿母，你老婆秋珠，伊无啥物唔对，无对不起咱何家。我哪有看伊啦？是多谢伊家己讲要走的，你敢无听的哦？就算我伊亲嘴讲要走，嘛是逼迫的。我这做大家哪有逼伊啦？秋珠啊，你讲我有逼你无？阿母，拢是我唔好。我是咧问你讲，是毋是我逼你？我有逼你无？哈？嘿，你有看到吼？我无逼你哦，我无逼你哦。不管是毋是有人逼你，我绝对唔让秋珠离开何家，离开我身躯边啊。嗯。要哪呢？何家传宗接代代志是要安怎啦？为着生囝代志，就爱牺牲秋珠。这种代志我绝对唔答应，阿母，你唔通想要拆散阮阿妈无？你这找囝人，哪咧对待我这款的态度啦？哈？我话你这世间有啥物路用？阿母，我知，我你咪不讲，你啥物都咪讲。就这，饲囝不好，规日好家哦，全出全出路啦，看你咪。好甲交代啦！有啊，啊，人分财都唔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你讲讲遐有诶无诶，啊，当母仔囝两个人有啥物袂当参详诶代志啦？那是免咱参详啊！啊，我也无必走求助啦，啊，我知硬讲我必走伊啦，万一有一天伊若真实走，啊，罪过毋得半万年我诶身躯诶，啊，当求助未死，伊也毋是毋知影啦，啊，看看咱何家诶行为是免咱延续倒好啦。
我会当甲手术参详一下，啊，这层代志我也当甲手术参详一下。对啦，阿母啊，阮在讲安尼有通啊，嘿，你敢觉阮要坚持要娶月英啊？我哪有讲要娶月英啊？我是感觉讲，伊脚床医医，脚头生尔。哎呦，那脚床医医的查某囡仔太多假啦，凊彩三嘛有，我是讲安尼做对手术吼。好啦，我答应啦。不过，这款查某是不是要做？ 你头前讲不讲出停车啦？你创啥货啦？哦，你又搁要要要请假？哎，你莫讲，管你听听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听。哦，我停，我停。阿爸，啊，你唔要落车？哦，我知啦，你一定要买西装台灯，等你来结婚哦，恁翁就买好你啊啦。 歹势，这已经两件去了咯。啥？这个要买的呢？啊，伊定定退啊。是谁买去的？哦，就是这位先生啊。林先生。头家，拜托你赶紧将这个话筒台送去阮家，我要送给阮某。再买一罐给你，再拜托。好好，我马上给你送去。 好，先生，你最近太太搁足体贴了。人妻人一个太太尔，无体贴又要体贴啥？你妈的，好个人到讲亲戚要创啥？什么意思？讲甲全部共款，笑话，无面见面。 谢东来送来，送来，送来，那许对。我叫伊摕转去啊。那叫伊摕转去，那是我答应要买予你啊。我知，我知你对我好，答应我的代志，从来都毋捌欺骗我。老公，即摆我已经无需要迄个卸妆台啊。那会讲无需要啦？ 我着爱你，逐工坐伫你个西装台头前洗身打扮，哦，装好安尼水水水，你会感觉讲每日所过的日子啊，非常的幸福快乐。安尼我心内就满足啊。你知影，我也是想讲，才要甲拍通哦，啊来创一个新的这个下景啊，我要买烫用甲新型的哦。啊这边我就想讲，才来甲隔间创一个小间房间。 买一个设定的眠床、三桌啊，啊，米啊，佚佗物啊，拢也下当遮。细汉时回当遮，白大汉的时阵回当遮读书。啊，我是想讲，这房间呢，呀，我重新来调查一下。你住哪？啊？
咱无啥欢喜。不是无欢喜，我想来想去，我想我无一个查某，去做人的媳。原来你就是想这样，安尼上介好啊，无人要做咱的媳，咱就爱买娶。不知，你对我的感情，是我这世人最大的安慰跟幸福，就是因为你对我好。我免害你做一个不好主，我免害你对不起好家。你就是安尼足够无良心，阿母已经答应啊，找一个查某借白生囝。你是足够，阿母也讲，一定要找到着这个。即嘛是甚么款的时代，倒一个查某肯做这款的代志？不知，好家。这个千古的罪名，我是担当不起。你莫为难我，你答应阿母的要求好无？袂用钱，这个代志我绝对无随便答应。何止咪先生咧讲？哎呦，阿达我猜过吼，啥物话应该讲，啥物无应该讲的，我家己有准则滴啦。你坐咧，你听好呢，人个何止咪是安尼咧讲呢？伊讲吼，啥物人来当替因何家生一仔孙吼，伊就疼谁啦？啊，迄个就是大某啦。你放心啦，啊，今这是恁月英的终身大事呢。我若是敢讲一句白贼话吼，我就叫雷公公死啦。三哥，这纸是人乌白酒呢，对恁某呢？袂啦，啊，若无吼，我哪会当活到今仔日啦？是讲讲哦，阮月英哦对生囝应该无问题啦。要唔过吼？点对秋水较歹势，阿本仔有同意无？同意同意啦，恁月英啊生做遮尔啊水着无？大家嘛喜欢，本仔一定会同意的啦。你同意，我无同意啦。月英啊，这啥物人搁你今日生气啦？都嘛伊个死本仔啊！伊明明甲秋水爱到要死，咱就搁伊要提钱要创啥嘞？搁将我喜欢的西装台吼，要买转去给秋水，气死！哎呦，月英啊，啊你无听人咧讲？嫁某是大丈夫呢，嫁这种人就上好啊。后边你若是嫁伊了后吼，伊嘛会参像嫁秋子安尼，甲你嫁命命。嫁某大丈夫，好，我就凭你这句话吼，我答应要嫁。我要伊听话吼，凭嫁秋子搁较听。我要伊顾我吼，搞几张地条条。哎，但你是安怎？伊是搁甲你刺激啥物话？阿爸，你唔知啊啦，人今仔伫咧家具店拄着伊吼，人甲伊拍招呼呢，啊结果伊歹臭啊，叫做无看着我安尼啊，足无面子的。嗯，阿英啊，啊你答应要嫁予文仔，你袂反悔啦吼？当然嘛袂反悔，啊不过吼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啦？我要伊甲秋子离婚，我才要嫁予伊。安怎？哎呦，侥幸哦！这个天来翕到安尼啦，未输敢那火烧玻璃安尼。我替恁两家直直走，直直撞哦，这双脚是强要踢腿啊！你知无？我知影你真辛苦啦。代志啦，讲实哦，红包礼哦，未使人个礼啦。安怎？你是要下？人外英安尼讲啦吼，讲只要恁秋子若是离开恁好家吼，伊随时都替我嫁入门啦。你甲张伟先讲啦。无问题，遮尔济。阿娘，啥物都无问题啦。阿母，你毋是答应过我秋子留伫咱好家，只要伫背后偷偷做这种代志。我是有答应，无唔对啦。也毋过哦，我嘛答应好家的祖先啦，啊，要好家安尼开枝散叶，这是要安怎讲啦？在你心目中，你要对你的孙仔比我的某较重要，就对。假使你若要用这借口，将这么好的媳妇赶出这个家门，那你我绝对无答应。哎呦！文仔啊，阿达你连面都要做新姑爷的人安尼，阿达吼脾气蛮通这么歹。你给我掂去啦，那不是你在那比比比嘛？我老母卖我钱，怎要管秋子啥？你给我做，出去啊！哎呦，阿公，文仔啊，你太安尼啦，你对人家安尼这款态度，我对那个布林什么态度啊？哎呦，你甲听看卖咧啦，你甲听看卖咧，讲讲这啰话啦哈，啊，真是有影好心去雷针的哈，何进嘛，哎呦，若不是讲你安尼直直甲我拜托哦，叫我着替你做这个媒人哦，我哦，你就是用脚甲跟我袂来啦。讲伊啦，小妹妹是要创啊，你是要走，你干嘛对你无客气？你妈，你无你出来好嘛，你哪里我叫你妈？哎呦！
妈，我无你莫气干啦，我讲什么话啦？你这个囡仔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哎，啊，看这关系，我无竞选哦，不等下跩选，你咪风台尾哦，你啊。哎，我再讲，哎，大，你看，人话，互你赶走，你甘愿啊？哈，你安尼甘愿啊？无，你要甲我做对头是无啦？哈？你若是要甲秋子要走，我都免伊无管一。你，秋子，秋子袂当甲好甲吼，先甲一人管住啊，都敢那死地占地头啦，有啥物路用？你讲话嘛，莫讲到遐歹听哈。他手子袂洗，暗时家己愿意的啦。也咱好好搞无后事，敢当我愿意的了？阿母，你若要手子别走，我就对伊走。你这个囡仔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一挂手子，两挂手子，你嘛就来到我这个老母这个心，哈？拢是你，拢是你这个查某。为着你安尼有心啊，还阁哪有提起那死了后，这间厝无甲一间安静过啦，哈？免叫我，我受挡袂起，我受挡袂起，我的好家吼，就要断送伫你手内啊啦！秋子，阿母，你讲这话真无公平呢，伊哪有啥物唔对？你这个囡仔！哦，你这么有住你的下下手，拢无我这个老母都对啊！你讲我这个老母存在啊？阿母啊，不知啊，你莫安尼气阿母，阿母啊，你莫安尼生气啦！阿母，你感情是安尼对待秋子，你是倒位咧唔对？你无唔对，秋子也无唔对，拢是我唔对，我唔对就对，啊！好讲我有输，敢讲是我唔对心啦？好，我老子这个好讲有啥物路用？规矩啦，我离开好讲，我快过来啦！你好讲，但快来救我！阿母，彩虹啊，好讲你要无有输啊啦！我无迄个面子叹气哩啦，拢是我的不对，我开机甲你来去，吃袂到吃好，我吃的好吃，我吃吃不好东西，彩虹啊，我开机。阿母，阿母你莫安尼啦，阿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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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陈玉环娘，我无甲文才讲的清楚，才让你受到这款的委屈。千错万错拢是我，你原谅我。秋子，秋子，你原谅我。秋子，秋子，秋子。一阵一阵，为前程苦尽谢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分开时阵奈何只是薄冰的风，为前带去看病，啊！你提到这个包包是咧创啥？啊，这都这个美容的药师啊啦，啊，较一领衫，我今日变天咧。好啦，
哎呦，囡仔吵架呢，啊，无你紧去，啊，紧来进来哦。我今日吼准备要煮迄落鱼汤，袂让米娘来吃啦吼。阿叔，多谢你。哎呦，啊，你今仔你来遮客气啦，好啦好啦，我要来你一场啊吼。叔，阿婆安尼济岁，阮文才个性遐尼土著，若是有闲，你替我考劝伊吼。我会啦，好啦，你放心啦，较紧入去，较紧回来嘿，吼。